向封面而飘下的一种大自然景象之美。再来，我们配盆也是一个关键。你看，各位看到配这么大的一个盆器，觉得适合吗？好、哦，但是这一次呢，我给各位的盆器都稍微加大一点。为什么？怕你们在养护的中间，希望它能存活下来。好、哦，存活好了以后呢，再来讲究配盆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一边开始来操作，然后不懂的可以请教我们各个指导员。再来第二个，我要将这一颗先拍照，你们先拍一下。我要将这一颗马上换小盆，让你们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文人塑形该有的绿地环境。配盆，盆器就是临摹大自然的这一颗盆景艺术的绿地环境。啊，等一下我会马上表演，你们可以现场先操作你的每一颗的文人塑形的针果。好，来开始操作。